现在早上7点半，好久没有起过这么早了，因为今天要去潜水。你哭啥？有点害怕。我收拾收拾东西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欢姐第一次我昨深潜，天晚上看视频看到4点，然后有什么心得吗？就是害怕。你再考虑考虑我们。反正今天我肯定是要下水的，这个是千叶，七八藏，这个小屋子是你的吗？是你的吗？我的全部，全部，我兔子的，太厉害了吧？全部，真的吗？对，这个归你所有，全部，全部，那你转账，好，我们的潜水装备到了，啊，马上要下海了。芳姐在化妆，我在涂防晒，我化什么妆？氧气瓶，然后一会儿就坐这个船。芳姐说她不要下海了，因为我真的害怕。不用怕。我也穿，好。真精神啊！精神小伙。精神小伙。叮！我现在笑得跟啥似的，一会儿上船了，整个哭，全都哇！他说浮潜，到时候从这个梯子爬上来。对。他万一要是爬不上来，可咋整？爬不上来就。有没有绳子牵着我的那种？哎呦！回家吧。妈呀妈呀！我要回家，妈妈。好好好。嗯，叫海豹，这是海豹教练。好的，海豹教练。海豹教练，13年的资深潜水教练。Okay, 好。海豹教练很霸气的名字啊。不是，主要长得有肚子胖胖的。有一种感觉一去不回。有条绳子在后面。我呆了。还是挺好一个人。网红灯塔，今天外边的浪啊有点大呢，船好晃啊！不会晕船？床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岛就是舟仔岛。对，原来呢那个岛。开发商在这开发洋海湖呢，做这个水上公园。哦。然后一个台风把它全灭了。哦。直接打破产。在海上铺一个大毯子。这个适合我呀。一会儿你就趴毯子上玩儿。我不动了。有点晕船。要吓哭了，现在已经。沉不下去的。哎，上毯子来。转身，八毯。知道怎么上去吗？压它下来，然后往上走。对。我好累。可以坐起来吗？我今天就这个姿势，我啥也不会动了。你不还要水费钱吗？昨天你都在那儿吹，我在这儿吹，我不动了。嗯，Jack，放手吧，放手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要保住自己。孙哥现在牵了一条绳子，我在毯上，然后他在遛我。不怕我。有水母。
黑黑的是什么？下来吗？啊，不要。就水费潜水吧。我觉得挺好，你不看这毯子了是吧？我不离开这个毯子。森哥现在要准备下去深潜了，我还有一丢丢担心，我不光怕我自己，我还怕他。上爽了吧？你确定不要去试一下吗？我不去，我这个上面我都不去了，我现在是要在船上坐着。有没有一点？整个我都不去了。森哥上岸啦！你现在特别像一条美人鱼，真的，你的腿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扑腾两下。我觉得我今天表现特别好，我要夸奖一下我。啊，急了！啊，你干啥了？你不就是在毯子上趴着吗？自己。我能脸朝着海，我带着那个。也没下水。我下了。嗯。我在毯子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。你下水了？啊？你咋下的？就是趴着毯子上下的。放紧了。采访一下你，你还好吗？我挺好的呀。真的吗？是啊，我刚看到你上来，我跟你说，这画面简直是恶心啊！这脸上全是鼻涕，主要有鼻炎，没办法，就是那个面镜糊的那个鼻涕往外流，脸上飞一脸鼻涕，然后面镜范围内全都是鼻涕。我们俩早上没吃饭出来的时候还好没吃，要不然现在真是啊，吐一船。干饭第一名，
不行，我吃的。那谁吃？你吃的。好，都是我吃的。饭都没剩吃点，我都没吃完，都是你吃的。好吧。好吧。困死我了，真的困死我了。今天起太早了，今天就为了去潜水，早上七点就起来了，比我们平时早起了五个小时。你看我干啥？睡了一下午，然后中午那会儿都困得实在连车都开不回来了，我们就随便停在路边睡了一觉。对啊，回来又继续睡。这是早起傻一天，真的，我这一天都是傻的，我觉得。饿了，我们吃饭吧。哎，又吃饭。感觉我俩每天都是早起吃饭，然后睡一觉继续吃饭。没有，刚才睡觉之前我记得就在吃饭，然后一觉醒了又要又该吃饭了，又该吃饭了。那好吧，走吧，去吃饭。去吃饭。就是一家韩国料理，点了冷面，然后雪花牛肉饭、菠萝、椰子，然后还点了100多块钱的烧烤。对，还没送过来。我觉得最近我胖了，我最近真的胖了，就是自从欢姐回来之后吃的太好了。哎呀，吃吧。我已经吃饱了。撑得吃不下了，烧烤又来了。哎呀，他没有给我单独给辣椒包。哦，给了，在这里。噔噔，快来吧，好有食欲，看着。嗯。加油！你干嘛？你是在培养我做一个吃播吗？喂，他今天也不知道咋了，可能是这个水费浅的，吸氧吸多了。说啥了？醉氧了。你喊啥呢？啊？你让我儿睡觉？哎呦！要不我走？你走吧。我们俩吃完饭，车差点没开回来，就是那种吃饭的时候吃，眼睛都快闭住了，然后。回来以后车一停就开始躺在床上，你要不要起来洗漱一下这白白的床单，快点起床。好了，不跟大家说了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晚安。